那以现在来讲，我帮他拍的 X 光片哦，假设这是胸腔的部分，然后正常来讲会有肺脏，两块肺脏。那我们会发现它是在胸腔的体壁跟肺脏之间，这个叫肋膜腔。它之间其实是有液体的。那我们现在最怀疑它其实是叫做就是化脓，所以叫做脓胸。那怎么感染的这些其实都很难找出它的原因。那其实现在最重要的是说，我们要确定它是不是脓胸。那我为什么说确定？是因为我们只是高度怀疑，因为从影像上看起来很像。那要下一步的检查其实是叫做穿刺。穿刺去把里面的液体抽出来。那会去做细菌培养。那甚至是说我们会做细胞学的检查。去知道说这个里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，OK？ 那之后，它你可能会面临到两种情形，一种是因为我们去做穿刺的时候，我们会希望把所有的液体全部都抽干净，但是你有可能会面临到就是说它有可能液体会再度出现。这个时候你可能要面临到是要做手术。他要放一个叫做胸管的部分，就是我们这边放一个管子在这边，然后把液体无时无刻的都抽出来，这样子，那就是叫做胸管。但它适不适合在我们这边做，跟能不能做，这个到时候我们要再做评估，因为如果有些我们发现它的状况其实不好的话，它可能要去台大医院做。但我们理论上我们要先做第一步的事情，我们要先知道。它是什么样的问题？那我们再往下一步的讨论 ，OK？ 那如果说液体就没有再出现，那当然是最好了、那它可能还是得持续吃口服药的部分 ，OK？ 基本上分这些方向。好，谢谢。